天是2月1日，据悉在1月1日至1月31日期间，歌手周深行程接连不断。相比于去年12月的跨年劳模，1月份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据不完全统计，周深至少参加7台春节晚会，1档微博之夜，1档综艺节目也在紧张录制当中。这样的时间管理大师再次让人肃然起敬。7台春节晚会。百花迎春晚会，周深在1月12日参与录制，晚会将在2月10日大年初一晚上19:30播出。2央视春晚彩排，周深已分别在1月14日和1月21日参加2次央视龙年春晚大连排。3东方卫视春晚，周深在1月18日参加东方卫视春晚录制，晚会将在大年初一晚上19:30播出。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周深，欢迎。深哥先上来要先抽一个，这么多红包。是的，好的。挑战学一句上海话，或者用上海话送祝福。哦，深哥是哪里人？我是对湖南人，在贵州长大。那么上海话我是不会说的，不但会说，就会一两句。但是刚刚那个很标准。那句，那么侬教我讲上海话。太好了呀，太不一样了，对的呀，挑战成功，哒啦！申哥也是咱们就是虎哥的这个是不是？就必须是啊！我觉得今天有捧他应该也很开心吧。我不想跟没有保总说过话的人住在一起。然后我很喜欢吃的像凉拌折耳根，我家里也是。折耳根的队伍的朋友们，给我刷屏刷起来！这张照片。哇塞，照得非常的有艺术感。你要不满意我们可以再来，对，我们可以再来。我很满意，这就是下个 emoji， 让下个艺人猜。你觉得作为一个歌手给大家说啊，我很喜欢你的歌，对吧？谢谢。我们不仅喜欢你的歌，还喜欢你的人。对。是吗？那你还把我照成这样子。朋友们讲讲理，农刚。4网络视听盛典，周深在1月19日参加网络视听盛典录制，盛典将在2月3日本周六晚上19:30播出，期待周深演唱身边的舞台。5北京卫视春晚，周深在1月20日参加北京卫视春晚录制，晚会将在大年初一晚上19:30播出。6河南卫视春晚，周深在1月23日参加河南卫视春晚录制，晚会将在2月7日、腊月28日晚上19:30播出。7腾讯2024新年晚会，周深在1月29日参加腾讯2024新年晚会，晚会已在1月29日晚直播。上面七台晚会只是公开的信息，尚未公开的行程并不在内，比如湖南卫视春晚，传闻周深也会参加。节目录制，1月2日至1月4日期间，生生不息嘉年华第3轮录制。21月8日至1月10日，生生不息嘉年华新春特辑录制。31月15日至1月16日，生生不息嘉年华第4轮录制。41月31日至2月2日，生生不息嘉年华最后一轮录制。这个前奏完了之后就是非常走心的，就是哇，那我会喜欢，对不对？对，后面就聊过了，可以，对，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首，在这个舞台上做的一个新作品，要唱未来新的东西，哎，这才是传承格局啊。我当然回来，耶，大家好，说开心。来了，他唱的那个《秋天爱歌》是那个湖南的那个花花调，花花调，还在找杂音，爬没爬到我们？没问题，多两句。
跟深深的合作特别开心，开心之余我们就在想要唱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如果我们写一首新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哎，我们觉得这样干虽然很冒险，但是我本来就是音乐从业者嘛，觉得应该有这种冒险精神。然后要写什么故事呢？我们中国的时候刚刚看到了一个三微博之夜。一月十三日，周深参加2023微博之夜，盛典在1月13晚直播。上述行程安排都是公开的，至于其他未公开的行程，相信随着关于他的信息的不断释出，大家都会获悉。总之一句话，2024年1月的周深还是那个歌坛劳模，还是那个看起来越来越忙的国民歌手周深，那个努力拼搏却仍在持续不断输出精彩舞台的周深。最后大家似乎都听到最近周深工作室发布的一则消息，大家或许会在二月份收获一份神秘的礼物，至于什么礼物大家一起期待吧。那等一下你们会跟我一起唱吗？歌手的影响力有很多层吧，有一层是陪伴，还有一层我觉得缘分会重。每一次见面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歌手的美好去尽自己的能力去把它做到最好。每一天都会像刚出发那天，就希望可以让他们适应啊，当然适应，但是我觉得自己会越来越享受。你们的舞台就一个问题要解决，稳定度、气氛和音色破一下，你把位置打小，声音往后，但其实它的张力都在，你就是要唱出舞了。周深抓住了对方的失误，将球打入空门，漂亮，周深。最佳男歌手，年度杰出电影音乐人，男歌手口碑第一，年度最具影响力歌手周深。我之前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给我的歌迷们小小的创作了一篇小段话，里面写的就是无论你在哪我都在这儿，希望自己真的真的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一直陪伴你，也许你在某个阶段你需要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周深都在。